有皮肤呢？是不是就我们没有皮肤？挺畅销啊，这英雄联盟皮肤。现在没皮肤都不敢出来打排位呀，我一看呢。开始骂起来了，我让你们看一看吧，挺有意思的。小巨塔，一级学个 E， 他一下，先打骸骨。下波直接往脸上 E， 他没有骸骨啊。E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拉回来，被三个小兵打了。这盖伦一看就有点怂，不一定很好杀啊。碰线儿吧呢，劈他一下，哎呀没意到，骸骨没破掉 ，Q 破骸骨，劈他一下，别让他回血，躺下这波试试看，直接让他打，扣一下，点燃 W， 哎，这 W 怎么能被 Q 给打着的呢？我都惊了，我都惊了，我一百年呢。这个 Q 很明显，我们 W 直接给他躲掉，他 Q 不着，我回身一个 E 回手掏，他死了。你也惊了，我也惊了，这奇了个怪了就。他应该是丢失目标批不出来，谁跟你说猴呢？打不了躲不了技能呢，净扯犊子。哎呀，没事，慢慢打吧。盖伦反正是挺猥琐的，一个刀也不补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啊，就他杀我一回，完事他一个刀也不补，甚至连耗血都不敢耗一下呢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哎呦我的天！哎，上当了，你给我死！快来呀，黄子！来一 Q 我来，好一 Q，
直接拽他，二银拽 ，Q 一下，平 A 再拽 ，A 扣一 A 再 A 一下，我都失误两波，我第一波 Q 没 Q 出来呢，盖伦，可能攻速有点慢啊，我就没 Q 出来。第二波平 A 也少了一下。真难呢，我吃个塔皮吧。先来个红宝石，我们先不出皮海啊。把这饼干给卖了，黄子已然是一杠四了。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是真猥琐，我发现。算了，我们现在只能依靠他把那皇子叫来，我们拿双杀。没办法，这该轮真是杀不了，太猥琐了。可以杀了，这波有戏。你瞅他站塔下站那么后边，我也不知道干哈。你到底他妈收不收兵？你到底啊？怎么那么生气？跟你玩个游戏，你的塔我的塔，有病是吧？哎呦，团灭了！回家。1133。没想到对面居然团灭了，我们就是上路、中路、下路野区全部把对面杀一遍，团灭。峡谷先锋打了吧，直接把他一些塔给他拿了，省着盖伦也不出塔。来，我们马上到。我的天，这不双杀了吗？这蛤子这一脚踢得不错啊，这蛤子这一脚。不，谁允许你的在这里拆塔啊？谁允许你点爆破啊？谁？是谁允许的你？你跟我讲一下。你给我把死，把闪给我交了。交闪，快点交闪，交闪，听见没？
不交闪我不杀。把闪现给我交了。盖伦求生 欲望很强烈的，他有闪现他指定得摁，他不像有的人他就拼他就不走了。欲望很强烈呀小伙子，闪现狂妄了这波啊，狂妄了，这不行，这防御塔砸我三下还是有点疼的。这蛤子皮肤还绿色的呢。好帅呀，我来了，可以打。扫一下看看这黄子搁哪呢，大树捆上来呀，大树。算了，大树不捆，我们去下路了。哎，我在这挡一手吧。跳弹。这可以打，算了，打个蓝先吧。咋的？我这波应该够呛了啊，因为我把 W 交了。这盖伦没办法，我杀他只能交 W， 不交不行，杀不了。黑切1800，好定，哎呦漂亮！把龙打了吧，嗯，把小龙打了。我们家的 ADC 好像有点无敌了呀，ADC。哎呀，谁搁这打三郎啊？谁允许你在这打三郎了，兄弟？那能跑得了吗？那跑闪现，这不行，走位，走位。哎呀，那这卡杀，其实亏了，我750，他不值钱，他270。看下一件装备，我们来个什么？来个九头蛇吧，把我们的这个间隙地给他拉满。我觉得三项应该改一下，你们觉得呢？
把他这个神话被动给他改一下，加攻速是真没啥用，他要么加攻击力，要么就加冷却缩减，要么就加物穿法穿，这都可以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这攻速有这个有个屁用啊！加法穿也行啊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攻速我觉得属性没啥太大用，武器大师又还行。他把那挺剑破坏者改成攻速，我觉得挺确实挺好的。先杀个大树，再杀个皇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转起来 A 加 Q， 停没带转。哎呦我，无影棍儿。这泡泡都能泡着我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我先闪一手 Q 死，不闪他都死不了。爬着有没有眼儿啊？杀人吧，再看看能不能卡莎打死，打不死就算了吧。刚凯旋没我回血，给我回血了，我能把这卡莎都杀了。先来个九头蛇，突然之间杀了16了，你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亚索也是，一开始我看这亚索不挺厉害的吗？怎么突然之间就146了呢？啊，142，一共全场237个头，你就占仨呗，纯是孤儿啊！这怎么的呢？你飞我，你真敢飞呀！我打不过他。差一下，有个点炎就好了。你养的当然打不过了。他也不算太好吧，装备还行吧，关键还是我太脆了，我这幼一点，我有个蟹手就好了，我没有蟹手。我不的，这把我出着怨恨。这波打波团，我估计我要五杀。我们看一眼啊，尝试一波。看看佐伊什么装备，小龙吧不行，他们也不要我们小龙。
他有闪现。这怎么的？这怎么的呢？这盖伦能大着我吗？啊，能。队友呢？怎么没有队友呢？来个血手吧，还是穴位是有点脆呀。看来下回我们看到人的第一时间是先跑，而不是先打。打条龙吧，我去下路带两波，你们打个龙。这亚索怎么老点投降？谁到了？那就点呗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气急败坏了。那盖伦老看着我，去打龙。去打龙，来人第一时间我们先走啊。啥意思呢？我真是给你点脸了，我发现这盖伦是不是你啊？先杀大树啊，我操，这大招虚区这么高，大了我多少血？707。哎，我刚才多少血呀？啊，我刚才720多，差了几十点血。真累呀。我们这边一个打三个，那边三个打两个，龙让人抢了。行吧，下波杀左一吧。没事，现在团一波，这边也打不过，没关系。你们只要赶紧过来，别老没有人。哎呀，我操！这里边怎么有眼儿呢？哎呀，也打不过了，那一个打四个肯定打不过呀，那上哪打过去呀？他们也不来呀，关键是。小龙龙魂吧，
小龙龙魂可以。这波左一得杀，可以去，来来来来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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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能给打了。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先杀对面 AD 啊，盖伦就盯着我打呀，那 ADC 搁那一直打你，你一下也不碰，你就盯着我，对，你就盯着我。哎呀，这都能碰到我，先拆塔没事，对面少那个死的人有点多了，下一把了。